我等一下把这边整理一下了，我不知道绑到什么东西都跑掉了。老虎安安。哇！跳跳啊！跳啊！跳啊！怎么了？打这么快、啊？啊、你现在是说阿基是大便？很烂。哇，阿基一下露出车，一下大便。哇哇！乐视哦，什么乐视？真的是哦，乐视哦，乐视哦，好吃哦。这怎么死亡次数直线飙升啊？问你啊！你刚来上被反杀，哎呀，干嘛的？啊！哇！没事没事，他穿铁装，他穿铁装。啊！他穿铁装。为什么不会死？为什么不会死？哎，你不会死的，你创造是不是啊？我没有，我生存啊。哎，打不死你哎！啊，刚刚踩重生点会有无敌。啊！哇，这不可以。那我要 TP 到重生点去了。我们在重生点就好、欸、你去站在那边。我记下重生点坐标、啊。哎呦，你们真的是哦！我要出花了。对。哎呦，钻石包钻装、哦，你已经都钻装了。哇，你哎呦！等下他雨月还没被杀掉、啊？还没啊。哦，那嘿，难解了。难喽。哎呦！看到个树直接被切一半。哇、哦！跳跳啊！跳啊！跳啊！怎么了？哎呦，打这么快！不是啊，哎、欸，繁星不是被杀过了吗？没有，他穿铁装。他刚刚穿铁装。第一次穿铁装。哦。哎呦。哎、欸，你，我要砍死你！我跟你讲，你完蛋了！你完蛋了！你完蛋了！我只是解任务而已。没有我的附魔台只有附魔台没有。不是，我铁，我要装备，不然穿洞洞装备欺负我不开心。好，拿走吧。哎、欸，小鲜肉，你们都有三个 ID 哦。没有，我没有三个 ID 哦。我要等你们警戒心下降再说的啦。没有，现在看到就宰了。你小路怎么走啊？雨月，小心他去找你。他去刷怪了，我去刷怪而已，但前面有人哦。啊！你过！让路，让路！这些很心机很重，我们是轻松生做。你让我们很不轻松哎，让我们很紧张，压力很大哎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谁知道你手肘会变金钟？对啊，真的。搞不好之后不是我啊，搞不好是别人，有没有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只会是你啦。我在仓库后面哦，那我先杀一次。第一个应该先杀雨月才对。干嘛啦？隐约戒心比较重，是不是？隐约是 boss 啊，他已经钻装了。他原本搞不好还没有打算用钻装呢。对啊，我本来没打算，我钻石三十几颗留着，没有要用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用？因为有奇怪的人啊，感受到危险了。一个世界开始有危险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世界是很和平的，但是我很和平啊。还是我错了？没有，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嘛。有人看到哈基吗？我在刷怪啦！哇，好啦，他要附魔武器砍人啦！真的，他附魔金装了啦！赶快去砍他，阻止他！没有，没有啦！你不可以给他有经验。你刚笑成这样，秋嗨嗨呢？看来是被猜中了，被发现了。然后说王木兰烧剑了，把附魔台收起来。没有，你可以把你的附魔台收起来。哈基笑超开心的，藏起来喽。你们又怎么了？他说他在刷怪练等级，但是我合理怀疑他在对他要准备附魔他的金装啊。你们戒心太重了啦！坏坏、欸，戒心没有你做人有点不好，让人怀疑啊！
你看今天如果是我在他们旁边，他们就不会怎么样。没有，我不用小心偷袭了，我早就已经死过了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先死过就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吗？所以看你们那么紧张，我想啊，我好轻松啊。对啊，先死过就可以放松了。并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杰克嘞，声音都不见了、欸。啊？没有，我只在很远的地方逛而已啊。啊，那你声音要出现了。哎呦，RB系统哦，你声音很远，所以你没讲话，听不到。有点远啦。这个下来会烫到。我来逛。哈基找不到的地方，你没有必要在为了躲我走跑这么远吧？有，我就需要有这个必要。你先给杀过一次。现在有人赖了，可是我不能打开。忍一下就过了，一打开就会看到对话内容。忍一下就过，听起来感觉怪怪的，说实在。忍一下啦，忍。只有第一次会痛而已啦，后面就不会痛了啦。攻杀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被杀的时候就只有第一次会被杀啦，对啊。因为你就死了就生存不了了，是不是？莱姆在沼泽区是白天晚上都会有吗？对。哦，我也想找死莱姆哎、欸。我在沼泽啊，没有啊，我们最近都在直播首播啊。片集也不错啊，你们每个人都想看。十八加真的是，每天只想看开。十八加的会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无意间开车的那个感觉，那个感觉比较好，对，比较好笑了。你如果要硬要我们这样子，太刻意了，不好、嗯、啊，我是没办法。对，那演是演不出来的。对，不应该说我没办法演出來。我想说，你想解释说我演得出来啦，只是我演不出来啦。那个是浑然天成的啊，没有啦，他其实才浑然天成。啊，那你过来，哎、欸，史莱姆啪啪声，哪里？我家里，我们附近啊。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在找死掉的地方。我在找你在找史莱姆，然后我在找黑橡木林。嗯，到底在哪？大家都在找东西，哈基也在找东西。他在找不能杀我们。虽然已经不关我的事了，因为我已经被杀了。也不关我的事了。你也被杀了。不要去了。我这声音，我这啪啪声。找到了。快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找到地狱堡垒吗？因为哈基这边在找碉堡，还是你们？我就在想说，哈基要转职去找地狱堡垒了。该不会是要酿造力量药水吧？我在想，更隐形药水。你要为大家产生贡献了吗？你要你被揍？没有啊，这个叫做戒心。好的，戒心，不是心，戒心的戒心太重啊！不然骨粉直接撒在那个莱姆上面吗？别养了。骨粉撒绵羊，你为什么骨粉撒绵羊吗？它是植物吗？不知道，我想让它变，那我变白的，它可以变白色染料啊。你要骨粉再分解一次。对。现在那个墨囊也是要再分解一次。想说什么鬼？你在？我想说你要让它快速成长。在阿罗，把它当小外星。它不是蘑菇牛哦。是在哈罗。哈罗，是在哈罗。有人烧起来了，有人烧起来了，有人烧起来了，烧起来！你刚刚是不小心讲出一个“爽”字，我要水不是爽，你才爽，你才爽，爽最爽，爽爽爽啊！他自己你在地狱放水也没用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地狱放水没有用啊，你要到国府才有用啊。到了，所以他说爽啊，啊，爽！原来你喜欢被烧的感觉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其实人很好的，你人很好啊，人很好啊，没有说人不好、啊，你人很好，你是好人啊，你被利益诱惑了，以前的你不是这样，真的，我以前的哈基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以前的哈基很乖。钻石带坏，一定是钻石带坏他的。怎么巧？你怎么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想我要回家。啊，你们做一件事情都要回头看，很累。所以你们死过一次就不用回头看了嘛，对不对？哇塞，可以的，捍卫钻石，捍卫钻石，好臭、哦。不是那个捍。捍卫钻石啊！那个捍卫，原来是捍卫的、哦，捍卫的呀，挺臭的啦。你怎样？你怎样？你怎样？我王特就是苦力怕。哦，
我以为你说挖出来看到哈基出现在你面前，要求我刚刚真的是差点吓到，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？还好，我也是觉得蛮恐怖的啦。还好我的人法是复制好的，人法复制贴上之术，你已经把卷轴准备好了，不用乱走了。他是从墙壁默默的钻出来，真吓死我！我在等很久了，我在等你看你走下去，我就在旁边转角先等。你走上来的时候，啪啪啪啪，然后过来说，那一进来说不要瞎掰好吗？哎、欸，瞎掰哦！蜂蜜居然不会回血了吗？我怎么记得会？不会吧？我喝了没有用哎、欸。这个不是会吗？对啊，居然不会了，那就只能喝雏菊汤啊。哇，那我盖封箱要干嘛？那你只是想要喝而已嘛。我想要回血，想回血啊。这样，蜂蜜不会回血哦，这假的？真的哦？还是说本来就不会？我怎么印象好像？我印象也有啊，我有听说过，好像不是说会吗？还是呀？又是听错了，我们、啊、这有改过，有变动，后来有改过啊。他们说本来就不会毁耶，真的、啊、哦？那到底是泰拉瑞亚害的吗？然后还是以前预测的那一集的时候，我说他会回血哦，你害的，就是你，丢死你，丢死我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他们在封箱里面哈。哦，先行版的时候有，后来就没。是哦，也是啦，不然太强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咕叽咕叽，我被抢劫的。啊哈！好了，结束了。好了。好啦。哦，白痴哦，我怎么没有？啊，刚没挂到，白痴白痴！啊！我身体又扭了，可恶！好啦，那待会就关台咯，那晚上七点再见啦，一样是玩麦块啦，因为猎龙真的，除非新魔物出来，应该就是不会开台玩啦，除非有队友愿意一起玩。好，确认完毕。我们可以回家啦，回家啦！东西收一收，只要拿上面这些就好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又可以再打两只凋零骷髅了，对，又可以打两只凋零王了。那这次我要把平台用好啊，上次。太刺激了！我下来要干嘛？不行，他在诱惑我！他在诱惑我！有一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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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颗。啦，Come on！ 我要休息，休息什么？好，没了，真的要休息了。那晚上七点
那 FB 见咯。啊，就算我那时候讲在那个跟 YT 的讲说我在 FB 开台也不来看。还是要玩新游戏啊，因为最近有一个也是什么 Rock Life 的游戏，就是死掉之后类似爬塔的游戏啦，死掉后就重来那种游戏，还没买，不过最近好多人在玩了哦、喔。我先回去，回去再关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六颗头了哇！那平台其实真的是不错啦，只是跟我想的有点，还是有一点点差。那再来就是要在底下做仙人掌，然后放个铁巨人去勾引那个龙岩史莱姆，主要两格。三格宽，三格高，不，三格宽就好，三乘三，然后种仙人掌，都行，只要你醒得来，我当然醒得来啊，我没醒来，会有闹钟啊，啊，只是我会赖床回去啊，啊，慢慢慢慢慢慢慢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感谢今天收看。今天太晚开台了，因为真的翘太久了，所以其实我很难过哦。想说早点跟大家分享，我打到好多凋零骷髅头，没想到八颗嘞，是真的蛮多的啦。哎咻。好了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